请将你的手机、任何3C 产品都调至静音或关机，谢谢。第二点，本场并机吸烟、饮食、脚趾头两档或槟榔哦。第三点，由于本栋厕所正在施工，所以如果要上厕所，请架至对面栋，然后对面栋的一楼，左边是女生，右边是男厕。第四点，如果表演前突然很高尬，请掌声加尖叫来示范你们情绪哦。第五点，如果发生紧急状况，请依循指示逃生口在那边。当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们刚才不要问，你会怕？好吧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去跑射性啊？不行啊，我等下还有事哎。那你说好是不是？好，走。不行啊。请问，身为一个康复人，有什么事情比跑射性还要重要吗？我偷偷告诉你哦。什么秘密？我要听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要去约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要去约会。约会？嘘，小声点啊！啊，你要跟谁约会啊？跟一个学姐啊。学姐？还有那边的头发，我超爱的。哦。误会长发学姐，让我们欢迎巫婆吉兆学姐上台，请从右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